闽南话工具应该怎样讲怎样写给西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示意做工用的工具或道具也泛指具有一定功能的工具这是伊食饭的给西你唔通甲伊用派去这是他赖以为生的工具，你可别把它弄坏了。请支持我，点击 subscribe，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谢谢，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